这可不是犯花痴的时候，得办正经事，这一次一定要看到。看什么？是不是想下来一起泡？不用，不用了。韩云溪，希望你不要背叛我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你还给我。是我的心头早饭后出门上朝，四时中饭，虚实睡觉，无异常。龙飞夜早朝后去了福寿楼喝茶，四时回府，带回糕点一盒，送给姨太妃五块，送给我两块。我想龙飞夜了，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他了。管他呢，随便编一点事情就好了。殿下，哎呀，咱们这个王妃啊，还真挺会编故事的，不过他可不是一个成功的细作。送出去吧。是。
我去送信。